如果你愿意买一束花，要5块钱。Go！ 记住我们的口号：自由、平等。因为它是有就是它价什么的可能有点不礼貌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失主嘛。有些娃儿有些老师都当时都黑了，都忘了名字。认真学习嘛，原来没有这些树，他们后来种的。嗯。这些教学楼就是以前的样子。2秒他就跑。
Oh, this bathroom.这里有，这里有，现在有。这里边讲是不是？